们在事前的拍片筹备期，我们跟导演组讨论，并且找了很多相关的 reference， 能够为这支片加分的东西跟执行上的可行度，我们都有事先做协调跟测试，这样。还不看好看，血都流光。在定镜的时候呢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骑在玉红的身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测试一个俯拍的一个特写。等一下，真的？我会保护你的，用你的生命去对待他。脚筋，你要用手拍。这比一下非常的棒。要谢谢，你要抱一下那个玉红，谢谢他，感谢，很刺激。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，其实就是在浴室拍摄的这一场，使用 iPhone 来做拍摄，也是第一次尝试在这么狭窄的空间跟演员走戏这样。没办法，啊，我又按掉了，对不起。一个好的摄影，你除了要会构图以外，你也要跟光做搭配，对你的画面才会有加分。对，那是我在玉皇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。Top 的镜头那一颗，就是场地有限制，它比较小，比较狭窄，整个运镜要跟演员做很好的搭配。那我觉得这一颗是对我来说是最具挑战性的镜头。长九支五六 ，Take one。花魁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参与到这个部分。我觉得这是大家就是经验不足，所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做调整跟磨练，自己也需要再多加强。然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变更好。就是每个人都有在各自的职位上努力，然后遇到大家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他们也会手脚很尽快的去执行。辛苦了，大家很棒，加油。